사귀는 무엇을 이씨. It seems death won't stop chasing me. 什么东西啊？就发光过来在我耳边唱衰我？哦，妖精什么的，怎么过来在我耳边唱衰我？ 哎，我好像有点厉害哎，是我的错觉吗？<笑>哦，金鱼在引导我，怎么了？怎么了？有人在这边，刽子手德瑞克。哦，他看起来有点厉害哦。 那血怎么？他很烂呢，他超烂的。 这怎么当王？这怎么比刚刚那个两个铁甲卫兵还弱啊？The man with the guardian spirit. 哦，光头，穿的这么帅，我以为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结果是光头。If I die, the secret of the stones dies with me. Let me show you what these stones can do. Behold. 哦，原来他有二阶段，他怎么完全变得不一样的人了？哎，干，好痛哎！ 这什么？这什么？要干嘛 ？B 加 Y，T 是不是？哦，按键 T。这东西能干嘛？啊？哦，原来我旁边那只金鱼这么强哦。 我已经被艾尔登法环折磨过了，我怎么会怕你这个区区的人王一呢？完了，好像被打爆了。完了，他怎么干走我的金鱼娘了？<笑>我还是处男呢。 啊，新手教学啊，刚刚不是新手教学哦。哦，大哥，你刚刚在大牢里面不先给我新手教学，害我被揍得迷迷冒冒。我都过关了，你现在教我新手教学？哎，叫什么？残星攻击后，在蓝色的光芒从身边汇聚过来，直接按下 RB。干，好麻烦哦。<笑>你想太麻烦了吧 ？OK OK。 结束新手教学，师傅，我出师了。你知道我看完新手教学，我懂什么了吗？各位，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的，只要会 A 人就够了。<笑>
途径缩地瞬步，快跑快跑快跑，没体力没体力。途径，嘿，你累了。鲁明啊，我的伤害好低哦，我要砍他超多刀的，他砍我四刀我就没了，我砍他超多刀的，好奇怪耶，那个不是小兵吗？怎么把我当儿子在打、啊？我以为我受过艾尔登的教训，来这边应该是大杀四方吧，毕竟都是旧游戏了，怎么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怎么感觉他们大杀四方我啊？我发现一件事欸，这个游戏回体力的速度其实偏慢欸，我常常很容易打到没体力啊，所以他就是故意用一个残心的设定然后卡要你回体力就对了。我要学习不用残心的打法，是我玩游戏，不是游戏玩我。好痛好痛！我是双刀欸！哇哇哇哇！星爆气流斩！哈，他看起来怎么有点厉害？他不太像小怪欸，你确定这是小怪？猛欸，他把我打得咪咪毛毛呢，他看起来怎么不太像小怪，很奇怪欸，怎么有我这只啊，干好痛欸，傻小，太夸张了吧，很奇怪欸，他怎么一下我就没了，我的装备步骤都已经快到100%了啊，他怎么打一下我人就没了，好奇怪耶、欸、这里就是你的目的了，我终于击败他了，耶、yeah! ！我又跨过了一个难关了，各位。我感觉这个游戏在对我伸出友善的小手手，随着我开始的熟练，我感觉到他释出了善意。这里应该就是打王了吧？妖鬼嘛，我刚刚打过很多只啊，随便打随便赢啊。啊？这个妖鬼会不会有点大只？啊？就让你，好痛！妈的，我怎么打他这样的抓痒啊，哥哥！
可恶，好痒哦！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东西耶，我拿了个刮痧一样哎，好狠哦！好，我试试看你们说的爆甲，我看一下。真的吗？所以脱光会比较猛就对了。好，我试试看，爆甲爆甲。我现在是刺客哎、欸！最后一集，裸体打法万岁，屌虐！我决定了，我以后都不穿盔甲了，盔甲只派我挥刀的速度啊！欸，我死几次啊？哪边可以看啊？哇，我死了37次欸，我死了37次，我才终于突破这个第一关。哇，这个真的难打哎、欸！这就是不用禅心的武士，只要裸体不穿盔甲，我就是最强的。盔甲只会阻碍我挥刀的速度啦，全裸才是王道。Who are you? A foreigner. Your skill against Oni is impressive.As is your skill with English. My name is Hanzo Hattori. And you are? 传说中的服部半藏耶。Call me William. I'm here in pursuit of someone. An enemy, perhaps? Hunting a person down in a strange land will not be easy. If you lend me your strength in fighting Oni,I will help you in 好特殊的画面哦，我看到服部半藏讲英文呢。Well then， 我从怀里掏出一只猫咪，它的胸口是百宝袋，是不是？而且猫咪是时钟哦。Come. 看了一下眼睛，就说天快要亮了。哇，它的时钟好别致哦。